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到冲绳最便宜的超市。一般来讲，我都在这间超市买东西。那通常呢，我大概会买四五天的分量。这个超市虽然说它离我家比较远，不过为了买到便宜的肉跟菜，我还是会来这间超市。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Thank you.